现在正式进入会员锁码时间。刚刚我在 YT 频道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这边我再讲一遍。六月份你要注意 AI 题材，还有呢晶圆代工，还有 IC 设计、显卡伺服器，这几个都是你要注意的标的。像是你今天可以看到微风电子涨停板，普瑞也涨停板站回千元，还有呢世星 KY 还创历史新高。这就是讯号给你的，什么是标的你都搞不清楚，方向都抓错了，那怎么玩呢？你在这里还要去买视频股，你就撞墙壁哦。所以呢，今天王彤再次告诉你，跟着王彤走，财富自然有。所以呢，欢迎资金200万以上的一周一到两档热门标股，超级 VIP 专案，眉飞色舞，风云再起。我们上礼拜五买进了两档，等一下我会告诉你，一档涨5%，一档也是涨5%，两档，一档是旧朋友，一档是新朋友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正式来进入解盘。那你现在看一看啊，今天我前面都拿掉了，今天5月29号礼拜一，今天的盘创新高，没错，我也知道创新高。那创新高是代表什么含义呢？代表大盘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有一点点隐忧，力道不足。如何快速加入指中王彤老师的 LINE？ 方法一，利用下方说明点网址连接直接加入。方法二，搜寻 LINE 好友小老鼠 KING 5588。方法三，来电02-6630-3221，请专员为您服务。立即加入 LINE， 每日收看完整版精彩节目，免费索取铁粉好康哦。王彤所推荐的基金策略，正确无论是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